是我的家，山下河水哗啦啦，山上有宝塔，有一种花儿种在我的家，生在黄土山坡坡，活在山洼洼。丑妈，吴婶要我把这个交给你，她说见到剪刀就如同姐妹见了面，她怕见着你哭难受，就不跟你道别了。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了，我去找小关老师。小关现在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，他随着机关要转移到哪儿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找的？我也舍不得你们，舍不得孩子们，可是你看我现在，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别说这样的话，曹和金，我们托儿所转移就是要保护所有的孩子们，保护每一个红色的血脉，保护自己的孩子。牲口车我给你准备好了，实在不行，上车。不行，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这不是麻烦，这是命令。苏苏，你陪着他。好。今天为什么哭啊？很多小朋友都回家了，我舍不得他们。你放心，小朋友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来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妈。哎，我不回来你嫌我，我回来了你也嫌我。我没嫌你啊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也要出发了？什么时候走啊？这次跟谁走？去多久？知道吗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就别打听。哎呀，他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喂他？凉凉自己吃。凉凉，自己吃好不好？我回来啊，就是要嘱咐你，我不放心。托儿所第一次离开延安，这次撤退，你路上又带那么多小朋友，你肩膀上担子不轻啊。我这两天心里面特别难受，这孩子们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你说这些孩子们马上都要疏散了，送保小的送保小，父母来接的父母来接，我在想这将来怕是未必能再见了。肯定能见得着的，都在组织里，跟着队伍走。我回来就跟你和亮亮告个别。我把这个带走啊。带这个干嘛呀？咱俩刚结婚的时候我画的图，你绣的花吗？戴在身上，留个念想。
一直没敢跟你说实话。这个花不是我绣的，我不会绣花。曹和静帮我绣的。我跟亮亮留一个，你拿一个走。丑妈，要集合了。那我在外面等你。小心！站好！同志们，马上就要撤离了。我知道，大家舍不得走，我也舍不得。但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决定，是战略转移。延安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些娃娃们。是我们延安的种子，我们革命的希望。这一路上，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危险，很多的困难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。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在保护好这些娃娃的同时，请一定保护好你们自己。因为只有你们在，这些娃娃们才安全，我们革命的希望才在。来得及。
疼点。小雨，快坐下。注意，看好孩子啊，别让他们站起来。后面所有的人都看好孩子，别让孩子们站起来。走快些！后面也快些！夏天拉裤子，什么？一会儿让国兴给他换裤子啊！哎，后面快去！阿姨，我要尿尿，尿尿。哎，楚三，你忍一下好不好？这么多人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乖。阿姨，尿尿，我要尿裤子了。楚三，让你忍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要尿裤子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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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的停一下。不要停，接着坐。孩子要上厕所。停一下，停，停，停。停一下，他尿尿，停。怎么回事？停下。哎，咋又停下了？你做什么了吗？去那儿尿去。哎，楚三要上厕所。做什么了？咋又停下了？那孩子尿都憋不住了。同志，孩子们要尿尿，总不能尿裤子里吧？那走的时候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叫娃娃们把尿尿赶去，路上不要喝那么多水。这90多个娃娃啊，一人一泡尿，走2步歇3下，那钱和以前1到3口都过不去了嘛。那孩子们又不是牲口，总不能随便乱尿吧？我说你这个人总不能对女同志那么不礼貌啊！本来就是的，这么长的路，咱孩子才多大呀？啊，你还不让他喝水，你是什么你？好了，小赵，都不许说了。对不住了，老乡。所里啊，有的孩子年纪实在是小，憋不住。你看这样行吗？一会儿啊，我让所有人把要上厕所的孩子都抱下来。上完厕所以后啊，咱们再抓紧时间出发。盛所长，不是说了吗？我的任务是填河以前要把牛妈送到瓦窑堡了吗？是。那照这么个走法，那3天也到不了嘛。那我尽量让孩子们安分一些，行吗？韩国新到，杨桂玲到，张淑仪、任宝珍都听好了，把要上厕所的孩子都抱下来，赶紧的抓紧时间让孩子们尿尿，不许给老乡添麻烦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来，婆婆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来。走了。盛所长，你管好你的娃娃，我管好我的牲口，众家都好像上级交代嘛。是。时间啊！好漂亮的冰柱子呀！是啊，好漂亮的冰柱子。是啊，好漂亮的冰柱子呀！宝塔不见了。是啊，宝塔藏哪去了？宝塔在哪儿啊？咱们回家去。啊！
快救我！不要哭了啊！再哭我把腿给打折了。你怎么跟孩子说话的？你把孩子都吓着了。肉不疼，心不灵，娃娃不打长不大。又是这样，一路上都这样。老百姓跑白跑空啊！就三发子弹，丑书记我去吧。你们原地待命，听见枪响，立即就跑，别回头。看着点后面，啊，别掉队。好，你妈远一点儿，当心脚下。看紧后面队伍，注意脚下。把头盖好了。都注意脚下，老乡们。前面停一下。嗯。沈所长。沈所长。沈所长，等一下。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停一下。怎么了，张同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沈所长，葫芦不见了。什么葫芦？怎么能不见了呢？你们找了没？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我说带葫芦扯块布做件新衣裳，今天早上到屋子里一看，葫芦就不见了。我以为葫芦能去找你们，就赶紧去托儿所。到了之后才知道你们已经出发了。葫芦没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他会不会去别的地方？你们都找了吗？我们俩已经找了大半个延安，都没找见。先别着急，再找找。沈所长，会不会是哪个阿姨忘了跟在咱们队伍后边，也不一定的。怎么办呀，所长？张淑仪，啊，你带着韩桂心、杨桂林去队伍的尾巴找。走。何华生、赵凤清，你们找队伍前面。走。走，大哥。葫芦。所长，这要是队伍里找不着葫芦，咱们得跟他们一块回延安找孩子吧。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瓦窑堡跟丑所长会合。那要是找着葫芦了，也不能让葫芦跟他们走呀。葫芦舍不得咱们，舍不得也没办法，找着了绑也得绑走。张所长，没有，所长，沈所长，沈所长，队伍后面所有的车里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葫芦。葫芦，怎么
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吧？赵同志，没有吗？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们队伍全部都找遍了都没有。你看，我们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家找找，说不定葫芦已经回家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沈所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们先回去，你们一路保重。走。找到了，来个口信啊！保住啊！你们可得把葫芦找着啊！路上小心啊！张淑仪，负责队尾；龙怀生、小赵去队伍前头。国兴，准备出发。哦。走。赵同志，在这边。这只狗腰可以，村口那个不行，离村口太近，不安全。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毕竟我们96个孩子，40多个保育员，再加上警卫班的战士们，200-300号人。我看那边的窑啊，如果空的话，给我们几口，然后加上这边的，然后下边山下的啊，分开住。同志，兵站上给了指示，不能挑地方了，300多人挤满了住，刚刚够。挤在一起住真的不安全，万一遇到敌人，我们所有的人全部被捂在村子里，那就完蛋了。看看。还是想办法给我们分开住吧。英哥，这没事了，去帮着叔叔阿姨收拾炕席去。快去呀！啊！咱们有多少村民？有几条枪啊？这马上天就擦黑了，天一擦黑，看看能不能分班放哨。有困难。兵站上，2天前消息就到了，当天晚上，全村100多人就动身了，得给咱们大军腾出个地方不是？丑同志刚才指的那几个窑都已经住满了人，剩下青壮的我都安排住了破窑。丑同志没看出来，这么个村子就这么几口子人。分班放哨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，你一会儿带我把村子的路线再熟悉一下。同志，希望你也能体谅我们，毕竟90多个孩子，父母不在身边，交给我们，安全措施我们一定要做好。胡同志，我也是41年的老党员了，我知道你们不容易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们村委会啊，前天合计过，这个村子4面8方都歇着咱们的乡亲，口外西坡上，咱们也守着信号树呢。要是撞见敌人，咱们先拿命挡着，你们几个同志带着孩子们朝不响枪的口子上跑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谢谢啊。我们这里是叫前王家湾是吧？是啊，咋了，仇同志？我得跟孩子们说清楚了，得让他们记住。喂，猴子的撵上了！金毛哥，咱不在这儿醒哈？醒什么醒？走开去！哎，后面的撵上了。娜娜，你是不是累了？叔叔阿姨，我饿了。饿了呀？阿姨，我饿了。阿姨，我也饿了。阿姨，我也饿了。都饿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阿姨一下啊。沈所长，咱们能在前面歇一歇吗？沈所长，你别喊，别喊我。沈所长。沈所长，沈所长，哎，咱在这儿歇歇吧，这路得走，饭也得吃啊。你看这孩子都撑不住了。行，老乡，
老乡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老乡，小所长，是这样哈，你看孩子们头一天上路，多少有点不适应，咱能不能在前面的村子歇一歇？所长，啊，中午的时候我们要赶到王家湾和楚思琪会合的，是，现在已经赶不上了啊，所以不能歇了啊。哎，我孩子饿了呀，老乡。孩子，我这都这样了。一人发一个馍馍吧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好，能行的。哎，不行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能行。那孩子们那么小，吃哪行？得停下来。哎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叔叔。哎，怎么着？停下来吃个饭都不行啊？沈所长，你是领导，凭什么听他一个马夫头的话呀？就是。停下来。停下来！停下！停下！不停下来！后面的，再停一下！后面的，叔叔，停下！停一下！停一下！不停也得停！孩子们不能边走边吃，万一卡车淹死了怎么办？你负责，出大事了就。那就过了这个村子再说。停一下！你们有地方可以歇脚，为什么要过去啊？叔叔，就听老乡。所长，沈所长，你别跟他客气。我觉得他就是对我们有意见，是吧？打一开始就跟我们对着干，有什么意见说出来，别到时候别别扭扭的。说啊！我没有意见。明明就有意见，你到底有什么话？你现在就说。说啊！我有什么意见？我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意见是吧？懂了，嫌工钱少了是吧？说要多少钱？说呀！直接说你要多少工钱？你问你话呢？你胡拼什么了？你说就说，别动手，行不行？苏苏，梁国新都不许说了。沈所长，他就现在立刻归队，回队。你也是，韩国新、杨国林看着他们俩。好。老乡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苏苏这孩子就这样，说话没轻没重的，不过脑子，但是他心眼挺好的。老乡，老乡。您消消气啊！我知道这一路上你们挺辛苦的，而且咱们托儿所这都是小孩儿，也比较麻烦点儿。这样，这个，来，您拿上，就当是我们多给的工钱了。校长，刚说完了，你咋这么小看人呢？不是不是，我给共产党扛火，是革命了，我什么时候要个强了？哎呀，算球，算球，算球，你们非要在这歇了，那就歇啊！走走走，我们进村啊，进村进村。老乡，走。老乡，小张同志，你走。那个意思，老乡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走进村进村了。走，老乡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小张，你们刚才听说是差工钱吗？你听苏苏瞎说，回队。唐苏苏、梁国兴过来。龙华生，看住孩子怎么样？你过来。刚刚什么态度？本来就是他不对，所长。人家老乡哪不对了？都说了。要着急赶路，跟丑所长去会合。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老乡呢？以后不许这样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回队。别生气了。走。哎。哎呦，好了，出来吧。慢点。葫芦。哎呀，哎，你一直偷着带葫芦？什么叫偷着带呀？他自己藏里边的。那你一直带着葫芦，偷偷的？那怎么办？把它扔半路上啊？那你也跟我讲一下呀。这忙的我都忘了。嗯，来，葫芦。走这边，走这边。
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是我建国。建国。娘。哎。老乡，这是你们家村子。哎，娘。哎呦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哦，乡亲们呀，快出来呀！咱的队伍来了，不要怕啊！你看，狗儿，孙建国来了，他是给部队执行任务的。大娘你好，我是托儿所的所长沈元辉，我们想在村子里歇一歇。乡亲们，打扰一下了啊！挺麻烦的，打扰是麻烦的吧？这个是我们托儿所的保育员。大娘好，大娘好，大娘好，大娘啊，哟。还有那么些娃娃呢，哎呦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娘，你咋这么爱问啊？问我咋的嘛？你不要问。啊，我让乡亲们去给你们做点饭，你们吃哈些再走。行。好，谢谢大娘。谢什么谢？怎么回事？大娘，我们都带了干粮，不用乡亲给咱们准备饭了啊！乡亲们别麻烦了。不能吃乡亲们的东西，我们有干粮。哎呦，干粮，干粮咋行嘛？那又干又硬的。你看天这么冷，那让娃娃们吃口热的嘛。走走走，老乡，你不是说着急赶路吗？我们，哎呦，你这女子呀，你咋这么犟的嘛？你们有规矩，我知道。那让娃娃们吃点东西，又不是拿我们的一针一线嘛。行了，啊，哎，都饿了，就是。史组长，天冷，你就替大娘了吧。太进屋去啊！对，你就替大娘了吧。大娘，我们就喝口热水。行了，咱们屋里去啊，给你们烧点热水，吃好了再走啊。好吧，走。大娘，谢谢大娘，冻的。哎呀，建国，快去找我。孩子，快来。来，没事，谁找你们？进来，把孩子们都放到那个桌上啊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拿点馍，给他们去拿碗拿筷子啊！白明明又闹肚子了，哇，好香啊！有饭碗，来，拿到碗的来，哥给你们盛啊！听我指令，一班，我村子东口巡逻；二班，我村子西口巡逻。他们往上。来，叫孩娃娃们趁热吃啊！党中央要走吧。这边再拿点馒头过来。西蒙，好好吃饭啊。沈同志，哎，我知道你是个领导。大娘，我问问你啊，你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吧？啊，听说党中央要走了。娘，我不是说了不让你问，你咋还问呢？你这重要的是资格。你问让敌人知道了呢？哎呦，咱们村哪有敌人嘛？你说咱才过上几年的好日子，这党中央要走了，咱咋办呢嘛？那中央有中央的安排了，我这是执行任务，你不要问，你就忙去，你不要问了，你忙去忙去。你去，沈组长，你不要管他啊，他就这个脑子。注意态度。袁无心，哎，所长，过来。是吃的咱们自己的干粮吗？苏明呢？孩子们太饿了，所长，你让他们吃点热的吧。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还偷看？让你看着他，看着他，到了没看住。我说过他了，回头跟老罗叔说一下。哦。必须留下点干粮给村民们，听见没有？哦。回去。我觉得把葫芦留下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都已经这样，那不留他怎么办？我看就留下吧。人家长丢了孩子，多着急啊！咱们得把葫芦给人家长送回去。你怎么送啊？你现在这个情况，哪有人手送啊？送哪儿去啊？那当时把葫芦给赵小浪同志抚养，是不是您跟沈所长一起决定的？
还是请示了上级呢，怎么能说了就不算呢？报告，还是问问他自己吧。葫芦，你说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跟辛巴辛妈妈走啊？嗯，真可怜。我不可怜，我讨厌他们老说我可怜。我爸爸妈妈是烈士，我在托儿所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这么多阿姨妈妈，我一点都不可怜。老说我可怜，我不高兴。葫芦，阿姨们是心疼你。心疼我就别撵我走。托儿所是我的家，我要跟着你们。说完了，谁撵你走了？就是越到家就越来就没有感，基本上不太疼了。看见我妈妈，妈妈一下子根本就刚放下担架我就忘了，叫起妈妈，我叫了我也觉得不太合适。四个老师抬了一路，天都太阳快下山了，上午走的，这一路上过了好多河，爬山把老师好好的谢一顿，吃了饭走的。妈，这撤退呢，大人辛苦，孩子受罪。你这一个人起码看三个孩子，三个孩子搓了我的一边一个，那个中间的杠子上再坐一个。小阿姨，我这腿麻的不行，没有感觉。她坐的时间长，坐那个陀螺坐的时间长了，她那腿麻。有的小孩儿觉得很挺好玩的，觉得他认为挺好的，挺好玩的。哎，这还挺好玩的，坐在这里面，坐在骡子上，哎，咯悠咯悠的走的哈，小孩挺高兴的。挺好玩的，挺舒服的，是吧？那个，这个坐在摇篮里边，这个反正也没事干，就是拔那个驴毛。一天到晚就是坐在这个毛驴驮，这什么马背啊？这个毛驴哪有马呀？那个时候我呢，个儿比较大，哎，那时候已经6岁了，有呢比较小的女孩子。坐在这个粪筐里面啊，就说我一会儿就起来了，把这个压起来了，就害怕，那叫叫，那叫民兵和民夫跑过来，把这个一个牵着牲口，一个两边把它周起来，那边填块大石头，所以带着我这个毛驴它倒了霉了，我个儿大，那边还加块大石头。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。把当来比。